7:59，我是不是太早开直播了？哦，同学，我在等着大家上线呢。你们开始了没呀？有没有开始来按赞报到啊？我们要预备上课喽。老师在呼唤你喽。好像那个。漫画里面那叫什么？召唤师。好，我现在是召唤师，我要召唤学生来上课。OK，来，我们今天继续把书拿出来。好，自从上一次我们教过之后，这个知图是这样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帽顶织完之后，就是把帽身深度织出来。那深度织出来了以后，就是到上面这个位置，把上面这边织完。然后我们今天要教的是，要做装饰带的固定线。好，那个老师之前有教啊，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点点，再拉近一点。好，这样有清楚吗？好，有一个人教，我要对焦。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吧？相对清楚一点啊。好，我们呢，接下来要做的是帽子。我们之前已经从这个帽顶织帽圆周，好，把头顶做好，往下织，织帽身。那老师有讲过，在最后的这一个地方，第36段，老师要教你们做。他这边是告诉你，直接是缝三圈啊，缝三段，把这个固定的位置做出来就可以。可是这样子里面的接绳会太多，所以呢，我教的方法是利用边钩边做固定的针目，固定装饰带的针目。好，我们先来看怎么操作啊。这个是老师的帽子，那离远一点看不到。这个是老师的帽子，这是帽顶的部分。好，这是帽顶的部分，我们把它拉高一点点，最后一点点。好，这个是帽顶的部分。那帽顶好了之后，我们就是帽子的深度的部分，然后这是深度的部分。那老师跟你们一样，因为这个没有引拔线，所以没有，我怎么会顺手又把它往自己身上拉？好，没有引拔线，所以当它从这里一路织上来的时候，你会找不到那一条引拔的对应线。好，没有起始点跟终结的那一个位置，所以老师教你们的是起始的第一针，别一个别针，那别一个别针，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哦，这个是第一针，那每一圈织回来到这里就是一，再织回来就是到这里，那你应该一路别到这里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来了，我如果别到这边的时候，当我发现我织错了，我要往回退，难道我退到这一行吗？当然不是，所以呢，当你每我的建议是小 paper 哦，你每织几圈几段的时候，你就回到第一针，拿个别针把它固定，再织几针，再织几段之后，再拿个别针把第一针固定起来。这样，万一你往上织，当你发现那几段特别丑，你想拆掉，你要回头找第一针的时候，你只要拆掉那几排，回到你的原始的起点就可以了。不然，是拆一拆真的会拆过头，又要全部重来，那很痛苦的。相信我，我懂什么叫做拆的痛苦。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帽顶的最后一针。那回到这边，好，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做装饰带的固定针目，那也是一样哈。这个，因为这个是我的第一针嘛，这是我的最后一针。好，所以呢，老师的习惯一向是别在第一针。好，我们把第一针先织起来。织好以后一样，第一针习惯性，我们把它用别针别好。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第36段是102针。那知道第102针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我如果做6个固定的位置，就是102除以6，所以是17。每17针做一个固定的位置，啊，固定针、固定装饰带的位置。正常先织了，我们刚刚织了一，这是二。这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
十六，第十七针，每一个第十七针，请你不要织在这个位置，请你往下织，一、二，往下到第三段，好，空两行，往下织第三段，从这个地方勾短针，从这个地方下去，把线从后面带进来，这边。短针我都说不拉，这个时候请你稍微拉高，拉到跟这个针目同样的高度，这边做短针。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就将来你的装饰带就从这里穿过去就好了。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可是会很漂亮。好啦，第17针好了之后，这针是不要再织了，从戈壁再开始。17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六完就是十七，不知道哪里去了，空一个，空两个，下面第三个洞，从这里下去，勾进来，拉，这个就要拉长哦。好，正常勾，第十七针，好了，再往下走，一、二、三、四、五、咕咕咕，六、七、八。这书拿走，在底下 kitty crow 乱想。哎，几针了？八针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第十七，看好了，再来一遍。一二不理它，往下的第三个洞从这里下去，勾进来拉高，一起过，这是第十七针。好，再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第十七针又来咯，再看一次哦。这个不算的下一幕，这一针，好，空两排，一、二不算的下一个，从这里下去。把线从后面带进来，拉高，一起织短针。好，这针完成了，再继续往后。这针就是这一针，所以不要再去打到它，要从隔壁下去哦，哈。一，只是那一针的位置是在下方而已，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好，最后一个，第十七又来咯。这个不算的下一针，这个位置下去。勾进来，拉勾，两个一起过。好，再往下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就其实应该是织到最后一针啊，因为我们是做六个嘛。好，把它织到最后面那一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除以六？其实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除得尽，102除六除得尽嘛。你要说老师，我只想做四个固定位置，我不想要做六个，可不可以？可以呀，除不尽而已嘛。那除不尽有没有什么关系？不要紧啊，平均分配就好。
我是习惯别在第一针嘛，所以最后一针一二第三个位置从这儿下去勾进来，好，勾进来以后这个走开，好，装饰带就做完了。好，那你同学来看有没有，这个就是你将来帽子的装饰带，有没有这一针，这就是你装饰带的位置。好，将来你装饰带就是从这儿穿过去，从这里把它穿过去就可以了。好，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做法。好，可是它确实非常非常的有效。好，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好，这样装饰带这一圈完成之后呢，好，这个是帽子啊，这个是帽子的身体的部分。装饰带完成之后，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编织书上面写的啊，我们要来开始做帽子深度的问题，总共有14行，从第一行就要开始加针，一次要加17针。17针然后不加针，加7针。17针增加，第一次要先加17针，所以它很快的一下就跑出来了。然后后面是加7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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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然后一直到最后是161针。好，所以这个是最后14行。那我们有讲到这一次会用到热缩管跟定型线，你可以选择做可以选择不做。热缩管跟定型线呢，我通常会建议用在最后三排的时候，我们会做热缩管跟定型线。那我们看看今天时间来得及来不及，来得及我就会提早做，来不及我们就会，讲错了，来得及我就会留到最后三排做，如果来不及我会提前教你怎么做。那同学也有人讲啦，说老师那我这个全部是下针的，因为是平面的这个帽子的这个作品，我们的帽子的作品是长这个样子。好，老师，这是不是因为都是平面针目，都是下针，所以我才能够装那个定型线？其实，如果我的帽子不是下针呢，如果我有花样呢，像这个边缘我有花呢，好，这个边缘我有花样，或者是我的整个帽子底下这边通通都是花，那我可以做固定线把它装进去吗？当然可以啊，好，固定绳。都是短针固然好做，不是短针是花样的时候可不可以加装定型线，当然可以，只是加装的方法是有诀窍有技巧的啊。那个同学慢慢再学，你先把基础学会了啊， Lesson 1学会了我们再来往后走。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这个帽子的帽檐部分。好，帽檐的部分我们就来看这个图咯。图在这儿，这边是直接不加不减针一路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是往后走，这里到这里总共有14段。那一开始第一行我们就要开始加针咯，好，所以我们来看还要加17针，所以是1 2 3 4 5。好，老师找一支笔，好，我们把它写一下。这个地方一开始间隔是5针，然后这个加针跟下一个加针也是1 2 3 4 5，后面也是1 2 3 4 5，在后面的加针也是1 2 3 4 5，所以它是每5针要加一次针，总共会有17次。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咯，这里是5针嘛，1 2 3 4 5，对啊，1 2 3 4 5，通通是5针没有错啊。好，来，我们现在开始加针。我的钩针顺手扔哪去，好，在这里，我的钩常常钩一钩一讲课针就不见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咯，每5针加一次。好，这个第一针习惯性老师会把它先拿掉。好，我们现在开始咯，正常之一二，好，把第一针别起来，好，免得知道后面就很痛苦了，哥看不到。好，一二三四五，间隔5个，第6针要加针，同一个洞要织2次，一次同一个洞加针2次。好，再来，这是第一次咯，再来一二三四五，好，加针一个再一个。好，这个把它放好。好，再来一二三
4、2、3、4、5。好，下一个加针，1、2。好，再来，1、2、3、4、5。好，加针，1、2，同一个动作2次啊，再来，1、2、3、4、5。好，再来加针。1、2，就同一个动作2次就好。好，1、2，因为这现在我们要开展出去了嘛，好，所以，2、3、4、5，所以我们加针的速度这一行的时候是非常快的，好，一下子就要把帽檐开展出去。再来，1、2、3、3、4、5，好，再来加针，好，再来1、2、3、4、5，好，加针，好，再来1、2、3、4、5，好，再加针。好，老师又犯了上个礼拜同样的错误，就是关了门窗，因为不想听到外面的杂音，然后我却忘记开冷气，然后现在满身汗。等我一下哈，就忘记开冷气了。好，我回来了。我刚刚去开冷气，我差点没把我自己闷死。讲到开冷气，同学，我们要节电，听说要10点钟要睡觉，是不是？所以以后不会延长播出啦。我们10点钟要睡觉，老师9点钟播完要洗澡，要收拾东西。来，开始，1、2、3、4。好，加针，来一个，两个，好，再来，好，所以就是数六嘛，其他是六个一组嘛，所以就是1、2、3、4、5个正常支，第六个要加针，同一个动要支2次，我怎么越来越下来？好，再往上一点，再来一个，看不到就1、2。3、4、5，好，加针，再来1、2、3、4、5，加针，好，再来1、2、3、4。快到了吧？对，五，好，加针，好，再来，3、4、4、5，好，加针，这边好，第六个是加针用的，前面是间隔是5个，1、2、3、4、5，好，这个是加针，好，再过来就是到底结束了啊，我们这一圈就结束了，好，加针，好，刚刚好，好，这边结束了，好，当我们这一排结束了之后呢，接下来这一排第二排还是维持119帧，不加不减 对不起。不加针不减针，所以我们再来继续。1、2，好，把第一针赶快别起来，不要织一织不见了，你就会很痛苦了。好，第一针别起来了以后，哈，1、2嘛，对不对？好，这一排不加针不减针，我们就顺顺的把它每一针都织完就好了。
好，那老师在编制的过程呢，先想跟同学呢做一点点小小的问卷调查。老师下一集想要教，我不知道要教什么耶。有人说想要织衣服，可是衣服直播的话，那要花很长的时间。我的建议是，如果是要织衣服类，或者是学钩针的织衣服的类别，请你那个寒暑假的时候啊，看老师的线上团织。老师已经做线上团织，好像已经做两三年了嘛。所以那个影片都在老师的 YouTube 的频道上，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到 YouTube 搜寻泰瑞莎编织教室，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影片。然后里面就有每一课每一课，因为当时的预划是寒暑假，因为老师要回加拿大看老太太，所以呢，怕同学太无聊，所以我们寒暑假有团织课。那这个团织课呢，有棒针，有钩针，哈，那你们就自己上网搜寻 YouTube， 到 YouTube 的频道去找泰瑞莎的编织教室。那我们做过钩针了，也做过棒针了，那。从基础的起针开始教到肩膀的引反、袖子的挑针、好袖口的挑针、领口的挑针，好最后的结束收尾，通通都有每一课每一课的影片的说明啊，欢迎同学去直接去点选去看就好了。衣服类我会建议你看线上团织，看 YouTube。那直播呢，因为只有一个小时，老师比较倾向于教小作品，利用小作品来练针法。因为同学这一次在织帽子的过程呢，有些同学最近有在跟我一起上课的，他们就会拿他们的作品让我看，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轻易的帮同学做比较。有些同学的手比较松，有些同学的手感比较紧，那织出来的作品呢，有的就会比较软，有的就会比较硬。比较软的时候，通常它的针目都是比较松比较大的，那比较硬挺的呢，通常它的针目都会比较小啊。那所以呢，而且是同样的线材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哦，所以老师会利用教同学，当然能够维持针目的手感织成一样大是最好，万一不能怎么办？不能就只好利用变换针号来调整你的尺寸密度。好，利用变换针号，如果织太松的同学呢，可能你原本拿6号针，你就改成5号针来织嘛。如果你是织的太紧的同学，那你就将你的小针号，也许你还拿了4号针啊，或者是5号针的，你就再把它换成6号钩针就可以。其实换针号它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针目变得比较大一点。不过最终一句话，还是希望你能够练到针目的手感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毕竟钩针啊，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一直有讲，钩针其实很好学，它的针目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一针在钩针上，钩来钩去就这一针。好，我们这不是长钩针啊，不是阿富汗针，所以我们的钩针上面永远只有一针。然后这一针呢，它要掉了，你要捡回来也比较容易。可是钩针好学，针法也不多，可是要织得好，你得花时间自己慢慢磨，去跟你的手感，好，这个手感就很重要，相对重要。反而棒针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棒针大大小小针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嘛，没有错。棒针的大小针比较会因为针目而平均分配，反而会看不出来它的松啊紧啊，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那个感觉。可是如果你是在做钩针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老师的建议就是，我们将来还是会有棒针的小作品，不过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太热了，叫你抱着一堆毛线然后在那边织，或者是下沙要织几百针，你肯定累死。所以我们用小作品啊，用钩针的小作品或棒针的小作品，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学习还有观念的建立。好，那因为我都是免费教学，在透过脸书免费教学，所以欢迎同学后康到修博，我台语很烂，好，欢迎同学那个宣传，互相宣传，请你们那个大家时间到的时候一起坐在电脑前面或者是手机前面来观看。好，我们第二圈的加针不加针不减针做完了，现在进入第三行。第三行我们要加七针。好，这个七针要怎么加呢？你当然用平均除也可以，那你要用数的当然也很简单，你只要把它
数清楚嘛，就是这一行，从起头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前面间隔是七针，这边是七针，再过来它针加针跟加针中间，你可以去数有几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它的间隔是十六针，所以你就知道了，它每间隔十六针，这里是七针，所以十六减七等于九。肯定这个最后一次加针回来，这里有九针，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不对？所以它一定加回来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第三段的加针。好，那同学有人在问，老师，你刚刚说用除是什么意思？因为很简单啊，你的第二段是119针嘛，我们要加七针嘛，所以它的间隔是什么？你就来，我教你算哈，我们的第二行做完是119针，你看你的支图啊， 119 针，你要加7针出来，是不是除以 7 等于多少？ 17 等于你要110针里面你要分成17组，每一组的前面是16针，第17针你要加针，就是这么简单哈。所以我们等于从17开始，好，现在开始加针，我的钩针又不见了，然后钩针在这里面，好好开始。只是因为他要做错位加针，所以他会把这个，所以他要做错位加针，所以他会把这个加针的点把它错开，他不要让它在同一个位置加，他会稍微错开一点位置啊、哦，不然他就很容易出现一条线。好，我们现在开始咯，前面是先七针嘛，好，七针，好，一样，老师的习惯，一。二，勾个两针以后回来把第一针别起来，好，把第一针别起来，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好，加针，再过来就是间隔16个哈，再来是一二三三，啦啦啦啦啦啦，跑掉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第17加针一次。两次，好，再来数16个啊、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为什么我的脸书又不动了？十四十五。十六，好，第17个加针。哎，下次有没有人在看啊？谁按一个赞，让我看一下我的脸书还活着？太可怕了，真的，这个播一播，哎，有了有了，好好好，我的脸书，我的网络还活着，我真怕断讯，真是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好，加针，好，加针就是同一个动作两次，好，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好，加针，间隔16个嘛哈，加针，再来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六，好，加针，好，又快到了哈，再两次吧，一、二、三、四、五、六，这怎么回事？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快好了，十四、十五、十六，好，第十七个，同一个洞，两次。好，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加了七针了嘛，对不对？所以后面一定是配八、九、十、十一、十二。好，这边一定是最后就把它结束掉了 ，OK 啦。好，我们把这个针数加完了以后，再过来下一排进入第四排，不加不减。所以既然不加不减，我们就可以来聊天了。好，同学，刚刚还没有问完你们的意见，我们下一集要教什么？老师的想法有两三个。我知道有些同学喜欢做一些小玩偶。好，所以呢，老师有跟厂商在讲啊，我们可能要来学做仙人掌。很可爱哦，小仙人掌啊，可以放在桌上，很疗愈。它可以教你看立体图，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是组合啊。我们知道很多同学学完钩针之后，他可能会想要做一些小玩偶。什么叫小玩偶？比如说像这个啊，这就是很可爱的小玩偶啊。比如说像《魔女宅急便》里面的黑猫吉吉呀，哈，这个这些都叫小玩偶。我们把它拿开，好，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玩偶啊。那小玩偶就要学什么？学手脚的组合嘛。那这个手脚的组合还有眼睛鼻子要怎么放，很多同学对这个很有兴趣，可是在眼睛鼻子怎么放之前呢，你最好先学会如何组合。所以老师有在考虑做一个小小的小仙人掌，很可爱的小仙人掌。好，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做口金包。那口金包就更多啦，老师历年来做了口金包不下数十个，刚刚为了想要在直播的时候告诉同学说我们来学做口金包，就随便找了一下，就找出了 七八个一堆的口金包。我也不知道我做那么多口金包干什么。好，比如说老师边勾边慢慢拿过来一个，比如说我们做这一只，这只这样看看不出来对不对，它是一只青蛙，看到没，有没有很可爱，这是口金包，这是一只小青蛙，有没有很无辜的眼神？好，这就是口金包。好，我们可以做口金包啊，好，可以做动物造型的，我们可以做简单没有造型的，我们也可以做花朵造型的。花朵造型的就像一朵玫瑰花，老师之前有教过，那只是这个被我压扁了，我还没有去把它撑开，因为刚刚从箱子里拿出来，这是像一朵玫瑰花的口金包。这是一朵玫瑰花的口金包，我们也可以学做这个。这个然后包包里拿出来拿零钱的时候，你看多秀气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做室内拖鞋，拖鞋哦，是夹脚拖哦。老师那天有拿给同学看哦，我们班上的同学有拿给他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做成小孩版的夹脚拖。好，或者是小孩的室内拖鞋，然后呢，你就让他穿着满屋子乱跑，那他就等于是你的扫地机器人，他走到哪里就等于他的拖鞋帮你擦地擦到哪儿了。然后我们同学就很兴奋的立马说，老师，我们来学这个，学拖鞋，叫他小孩穿着满屋子跑。好，然后到时候只要水冲一冲就可以洗鞋子，就可以把灰尘洗掉了，然后就说好，这个好，这个好。所以我一直在考虑，我不知道该做拖鞋好呢，还是先做口金包，还是先做仙人掌。我们来请同学趁着老师现在正在进行无聊的不加针不减针的时候，你们可以在线上现在留言投票一下吗？老师会进去数数，是口金包多呢，还是仙人掌多呢，还是室内拖鞋多呢？好，这个同学没事可以慢慢帮我留言了，然后呢我就会做，我今天晚上会看一下你们的留言，然后来决定一下
下一次的直播我们要来做什么作品。当然我会参考现在正在跟老师上课的同学们的意见，他们当然也很重要啊，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学生啊，好，已经都已经现在就是我的学生了。虽然我知道我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没有来上过我的课的线上的学生，可是跟在我身边的学生，我们也要很注意人家的，很重视人家的意见嘛，好，所以我们要听听看他们有什么想法，然后老师综合一下，我们来做下一次直播的教学内容。好，记得哦，口巾包还是室内拖鞋，还是仙人掌盆栽，小仙人掌做起来大概有18公分高哦，你可以做好以后你就可以送人，然后叫他摆在办公室，好，而且它真的就是仙人掌，你不用浇水，那用钩针做的仙人掌不用浇水，它放在办公室也是挺疗愈的。我就打算来做仙人掌送我男朋友，让他放在他的办公室，那应该会很好玩，我越想越好玩。就像有一年的那个我们过年其实钩针作品，我们有时候会做那个叫十二生肖，好，所以就很想要做十二生肖的一个东西。好，有机会我们再讲，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下一次的加针，要进入到第五段了。同学忍耐一下，我们总共只有14段，而最后三段我们要学放定型线跟热缩管。好，进入到第五段，我们现在已经有126针，好，我们要加到133针，所以就是126去除以，我们要加几针？7针，所以每18针加一次，意思就是间隔多少？间隔17针。好，那一样，下一次的加针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个不加不减针，不加不减针的下一次在这里，所以我们来数第一次，这里一数过来你就知道这是17，这是第18针，所以当它加完回来的时候，最后一个加针会落在这里。好，那这个就没有错位了，这个是正常加。好，接着我们就来做正常加针咯，17针以后第18针要加针，所以一样1 2，好，再把你的第一针别起来。好了，所以习惯都是别在第一针。1 2 3 4 5，不要跑掉。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第18针做加针，所以一次两次，这样可以吗？第18针做加针。好，老师要把这个镜头稍微挪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厚度，所以它会从桌面一直往上拉，所以越来越近，然后我的荧幕就一直乱跑，所以我得把它退远一点。好，加好了，再来17针加一次，一，不然太近了，好，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好，加针，乱跑什么东西，加针。好，再来1 2 3，有手边有东西的同学可以开始跟着我一起织哦，好，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好，加针。老师没办法缩时录，因为这是直播，所以你们就得跟着我数数啊，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第18个加针，
好，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第18个加针，好，一次，两次，好，再来，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第18个加针，一次，两次，好，再来，快到喽，一、二、三、四、五，应该就是最后一个哈，八、九、十，好。好，我们继续把后面的织完，不要乱跑。好，最后一个加针，好，最后一股，好，把它做完啊。好，最后一个加针，这样我们的第5排也完成了。好，镜头乱动，对不起。好，我们现在进行第6排，所以这个一样，记号圈拿掉，开始进行第6排，先一。二，好，再把记号圈放回来。好，这个叫 Q 环，它其实做钩针、做这个针目暂定针目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用的，非常好用的。好，刚刚讲到口径包嘛，哈，所以我们把口径包放在这边给同学看一下。我们有青蛙口径包，我们有花的口径包，我们有。再下回，这个也是青蛙口径包。老师还有小绵羊口径包，小绵羊，还有这是什么？金鱼口径包，哦，多了，还有大金鱼口径包。好，这些都是口径包。那当然最基础的、基础型的就是这种，这个就是什么都没有，最简单的。好，你们想学哪个啊？学口径包，还是拖鞋？还是仙人掌，仙人掌是摆饰品哦。拖鞋是你的小孩将会是你的家里的最好的扫地机器人，因为他满屋子乱跑。然后你的口径包是，其实教口径包哦，它除了一个就是，它会比你会织帽子，你大概就会织口径包。现在只是口径包上面的那些花样。要怎么去缝起来比较漂亮、比较美而已。那老师的想法是，我们前一阵子有一本这个书，好，有一本这个书，你看它的里面，哎，对，老师就是织这一朵，老师就是织这一朵，这一朵在这里，好，这就是这一朵，这个就是它。那其实织口巾包呢，织口巾包。我觉得这应该蛮好玩的，好像这口径包它还可以，就是如果我织的是平面的针目，我上面可以做花，然后把它缝上去。好，所以织口径包好了，好吧，我们下一集先教口径包，不然前一阵子玩清洁线，现在玩帽子的塑胶线，好像应该再换一点棉线来玩一玩哈。然后我们再来，谁给我写三个都要？我一个学生用 LINE 讯息我，老师可不可以在直播的留言区写三个都要？他咨询我，好大力就下，什么关系啊？好可爱哦！好，三个都学也可以啊，我就排课程教就是啦。好，你可以先教口经，再教仙人掌，再教室内托。或者是先教室内托，再教仙人掌，再教口经，通通都可以，通通都可以啊！我老师通通都愿意教，所以看你们喽。诶，同学忍耐一下啊，我们这一颗线，第二颗线即将要结束，快用完了。老师要教你们怎么接线，
所以已经跑掉去上厕所的同学可以准备回来了，我们要教接线了。那我们马上要教如何接线，钩针的接线，接完线以及长线啊，这个是最简单的 lesson one 的接线方式。老师教你的是一个简单的方式，很简单。老师从来不把编织搞得很难，就算很难我也有办法把它变得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记不住，太难你们记不住啊，所以只好把一些动作把它讲得很简单啊，让你们很容易记得啊。那你们容易记得了，多做几次就不会忘啦。那基础的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慢慢再来学难的啦，学高深的了嘛，对不对？好，慢慢练基础，做打底的功夫。好，我们现在在做练兵嘛，也得从基础 lesson one 开始啊，对不对？当然我知道很多的编织高手，好，我们其实网络上啊，或者是坊间啊，就是非常多的手工艺店的老板娘啊，好，编织的老师啊，其实大家都很厉害。好，那老师只是在利用直播的时候建立一个简单的观念。希望大家都喜欢上编织。好，我们来看这一颗线已经快要用完了。好，我们把织再短一点。钩针的线头不像棒针，要两头稍微留个15公分左右。钩针可以留短一点。也不用这么短吧。好，就这样。好，留一点点。好，我们把下一颗线找出来。好，下一颗线找出来。这个也是一样，那这个时候这个它就功成身退，你可以把它扔掉了啊，说话的可以扔了。标签建议同学不要那么快的扔掉，像扔掉的话你要去对你的钢号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死的了，因为钢号不一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头也是一样，老师有教过你们嘛，这个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拿你的钩针稍微勾一下，里面就会有一条线被你拉起来。好，钩针都被我拉掉了啊。稍微勾一下就在里面，好，它就会被你拉起来。你看我已经拉起来了，可是我看不到我在拉什么东西啊，在这里我已经拉起来，可是老花眼了，这两年特别严重。好，线头出来了，我的线头出来了，等一下哦，线头，我的线头已经出来了，在这里，不要一直跑，这线太滑了，捏不住。好，看着，我们要如何去做打结的动作？好，把焦距调近，焦距调近，然后对焦。好，有比较清楚了，对不对？好，来看着啦，把它做双平结。好，把它做双平结，线头不用留太长，钩针线头不用留太长，双平结拉紧。把这个线头尽量拉紧，把它调整紧，然后再会有个线头，这个稍微长一点，因为这样长线比较好长，你不要剪得短短的，短短的它很容易从针目里面就翘出来，稍微留长一点，我们来长线。好，就继续正常织咯。好，继续正常织，不要去被那个被这个想说啊，老师怎么办，我什么的。好，看着就正常织。这两条线看到没，这里打结的线顺手压在针目上，顺手，然后勒这个放上来，把它包进去，看到没有，把它包进去，一起织就好啦。哦，这么简单，你看它是不是边钩边长线。好，钩针的作品就像老师在暑假团织、寒假团织有教过钩针的衣服一样，钩针的作品我们是边钩边长线，所以你应该是做完的时候没有几个线头可以让你再去长。好，这个，然后最后一针，最后这一针这个翘翘的这个东西你能包进去固然最好，包不进去也不要紧，可是记得这个不要翘到前面来，把它往后收。好，记得它要在后方，在里面。好，这样就成了，你看根本看不到，对不对？好，这是第几行？第六行好了，第七行我们已经进入一半咯。好，第七行，第七行要从133针加到第18针。刚刚我们的间隔是18针一组嘛，对不对？
所以再过来一定是什么十九针一组。好，我们再过来一定是十九针一组。那十九针一组的话，对吧？十七针，好，再过来就是看这里。我们这个十七针的加完了，不加不减真的做完了。现在来做这一行，这一行的时候它也是做错位加针，因为它是这个跟这个交错，所以我们来看它前面有几针。它的前面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的前面有，它的这里有八针，其实我们可以看，跟这个下面就是九针，它这都很有顺序的啊。这里有八针，然后配它，那再过来，刚刚间隔是十七，再过来的间隔一定是十八。好，好，来，我们继续做加针的动作。前面是先间隔八针，哈，好，第一针，书拿开一点，把这个记号圈先拿下来，习惯性还是一样，一、二。勾两针之后，我们把第一针放回来。好，老师的习惯是这样：一、二、三、四、五，我退后一点，五、六、七、八，有没有？好，这边做什么？加针。啊，这里做加针，然后再过来就是间隔十八个，刚刚是间隔十七，现在间隔十八，所以我们就要来开始数了，要来开始进入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第十八、第十九个，做加针 ，OK？ 好，就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你看它的这个帽檐是不是你开始有开展的感觉？你看有没有弧度已经出来了？有没有我们的弧度从这里已经出来了？已经开始有开展出来了，这个是进入到第七段，好，这是进入到第七段，所以再来间隔十八个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其实同学，你们也不用守在电脑前面，你们听就好了。等到我等一下召唤你们回来听热缩管的用法啊，二、三、四，可以不要下线啊。好，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好，加针。好，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一下，被我的书压到我的线。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好，加针。好，再来继续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八，好，加针，再来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越举越高，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好，加针，好，后面就是织完它就可以了，因为已经加完针了。我刚瞄了一眼我的脸书，据说我们教室有4000多个粉丝，可是我们的留言怎么只有才90个留言，只有90个留言，我还没有仔细去看，所以同学对于下一期要教什么没有什么想法，随便我哟，我教什么都行吗？让我喝一口水，我教什么都可以嘛，你们都买单哦，这么好，这么好，老师这么好当哦。来，一、二，好，把这个别针放回来，好，两个放回来，进入第八排，不加针，不减针，哈，现在我老师要进入第八排的不加不减针了，快完了。好，后面其实哦，圆周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会从少的针数越加越多。好，那老师边打的时候呢，好，我们不加针不减针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们聊天，顺便讲讲一些观念。那同学有人在讲说，老师我要如何控制我的那个圆周？因为呢，像这顶帽子，它的帽围，它是帽子的头围的部分，它这顶帽子可以戴到58公分，其实是蛮大的。好，这个帽子其实是蛮大的。那有的同学他的头特别小啊，头围特别小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啊，你就不要加到那么大针嘛。那我要怎么去算我要加几公分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看，如果我是加，把放好，好，如果我，你要这个东西是跟小学我们都有学过圆周率嘛，圆周率叫什么？ 3.14159 嘛，对不对？那我们通常都是用 3.14 在算嘛，所以其实你要去算，老师我只头只有50公分，那我的头顶我要加针到第几段，我怎么知道我要加几公分？很简单，你就把50公分是你的头围，对不对？去除以 3.14， 谁手上有计算机？好，我们来除除看，50除以 3.14 等于 15.9，15.9 意思是什么？你从头顶到你的那个圆周只要多少？你的头顶的那个直径只要多少？ 15.9 就是差不多16公分就够了。您刚怎样我在说什么？也没有人回应，好，那我继续织。那个在我班上上课的同学，如果听不懂我这一段在讲什么，记得上课问我啊，什么叫做圆周，什么叫除，什么叫做除出来是直径半径，搞不清楚的上课同学来问我啊，我再教你们。好，因为现在没手啊，没有手停下来做计算，我只能用讲的。好，那再过来，所以你一个是利用段数与针数来决定你的帽子的大小，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利用变换针号来决定你的松紧，针目的松紧跟大小。好，所以通常我们不是利用变换针号来调整你的作品大小，就是利用段数与针数的调整来决定你作品的尺寸。好，大概就这两种方法。至于什么针号做什么作品，这个部分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弹性，比如说我们做披肩，像我们前一阵子很流行织披肩，那披肩你就会发现，老师为什么我的披肩都是用到什么10号轮针啊、8号轮针甚至12号轮针，可是那个线都超级细，宇宙无敌超级细那种线，因为很简单啊，披肩讲究的是什么？轻软，所以它要你的每一个针目，而且它要定型，它要把针目拉开，它要看到花样。所以通常我们织披肩的线都是特别细的细线，甚至有人用毛海的细线来织披肩都有。
然后可是它的针号肯定会用的比较大，因为这样子做出来的披肩比较轻比较软，比较少人用毛线比较粗的毛线来织披肩，因为那样子就不够轻软，所以它的特性在披肩作品是细线粗针来操作，好，所以这个是特性。那钩针呢？钩针就必须要试线，你的线是什么样的粗细，你最好就用符合它粗细的针号，你做出来的东西的密度，密度就是指这个每一针每一针的这个密度，它比较整齐，比较漂亮啊。当然你说，老师，那难道钩针就没有细线粗针钩吗？有啊，也是有啊，那就是可能它的设计需要它每一针的针目都必须非常的松软，然后针目必须要比较垮，好，就垮，松垮的垮，它需要它垮，那它可能就会是细线粗针来钩织啊，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概念。好，同学，我们这个即将第八行也完成，进入到第九行，我们要不要开始做定型线了？现在已经几点了？九点了。好，老师决定后面的几行我自己到时候拆了做，我先教你们如何做定型线跟热缩管。好，手边有定型线跟热缩管的同学，哎呦，输掉地了。我们把定型线跟热缩管拿出来，这个是定型线跟热缩管，老师这边手边用的是台湾的。好，因为我的日本的刚刚要上课之前我发现不见了，不知道在我桌子的什么地方。我们先把它剪开，把塑料袋剪开。好，拿出你的热缩管。好，把定型线打开，这个是定型线，定型线拿出来，热缩管可以扔这个塑料袋。好好，老师一个小弯弯哦，因为要放定型线。我的定型线的头儿在哪？在这儿。我的热缩管在这里，这是热缩管。好，我把它弄近一点。先教热缩管的使用法哦，要留多长？其实大概两个指节吧，我觉得就够了，不用留到一根指头，这有点太长。大概两个指节，对不起啊，又跑掉了。大概两个指节的长度，你就可以把它剪掉了啊。所以我们把它剪掉，就这样啊。记得，弹到哪去？哦，在这里。记得一个作品会用到两个，所以剩下的不要丢掉了，赶快塞回你的塑胶袋，下一个作品还能用哈。这两条怎么用呢？来看着，把你的线，那个定型线穿过热缩管，穿过去可以吗？穿过去。好，穿过去以后不是这样对折，你当然可以这样稍微量一下，这样对折，好，你就知道这对折是不是跟它差不多长，有没有？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可以吗？好，看我桌上太乱，刚刚为了讲那个把东西移开一点，变这样，懂吗？差不多这个长度可以哈。你的这个是热缩管，看到没？这个是热缩管，剪好以后你折回来差不多跟它等长啊。好，把热缩管往后推，把这个捏好，转这里，转这边哦。我们的在线人数怎么那么的少啊？你们都会哦，好厉害哟、哦！还是我的学生都被我教过都会，觉得老师你这教过了一几百遍了，哈哈。好，把它卷好，卷好以后，我们看到变这样，卷好了，卷好以后把热缩管套回去，这个就是有留一个针目，有没有看到？这样有留一个针目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它套回去了？好，这个时候拿出你的吹风机，后面吹风机，拿出你的吹风机。好，在这边老师要拿一个板子上来，因为你们会看不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的桌子，我怕你们会去烧到你们的桌子。拿出你的吹风机，好，你的热缩管已经装好之后，拿出你的吹风机，然后吹风机要插点，老师在找插头，
好，把吹风机插上电，吹风机插电，插不下去，好，把它打开，看着哦，神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这个是吹风机，这个叫吹风机，这个叫做热缩管与定型线，看到没？刚刚已经卷好了之后，把它套回去，好，把这个不要逼车了，把它两个都要塞进去。推好以后，最好有留这个头，因为它可以干嘛？它可以帮你固定住。这样看懂了吗？帮你固定住，然后我们就老师稍微离开一点点，让你们看得到，然后就开吹风机。